今日热血街舞团官方微博发文，舞界大咖 Galen Hawkes 加盟热血街舞团，他曾为珍妮杰克逊的现场演出进行伴舞，为 Prince 的音乐录影带拍摄进行过伴舞，更有编舞作品 River 惊艳众人。与陈伟霆的这次合作会在节目里带来怎样精彩的舞蹈呢？就不告诉你们，等着自己来看。近日有网友还晒出了陈伟霆和 Galen Hawkes 的合照，两个人对着镜头搞怪自拍，看来已经很友好默契了。另外节目的一位嘉宾是鹿晗，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，超级期待陈伟霆，期待合作，啊哇哇哦，陈伟霆简直太棒了。